其实照顾失智者很重要的是要能够从当事者的观点来理解环境和他们沟通。为了协助照顾者和家属减轻压力，台北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他们要用长照剧场的方式来分享如何跨过照顾挑战。大家好，这里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我是社工主任陈俊佑。近年来各国都在推动失智友善，其实就是我们要学习用失智者的眼光来看世界，让他们觉得尊严的一个照顾的方式，然后帮助他们过有品质的一个生活。这当然对照顾者压力的降低也会非常的有帮忙。接下来我们就要以我们在实际上照顾经验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冲突的情境洗澡来帮忙大家。这个部分我们会用我们的工作团队的同仁来演出的一个实际上做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演出。照顾的活动始于友善的照顾关系，与失智症者有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是一切照顾品质的基础。大家也许听过，浴室是一个最容易发生意外的场域。我们将以如何协助机构失智症者沐浴为例，让大家一起来看看，在这个最容易产生抗拒情境的这个照护活动当中，失智症者跟被照顾者之间如何以尽可能维持友善的关系来完成这个困难的照顾任务。今天早上有没有吃饱？等一下我们要帮长辈洗澡，需要有很多的体力才可以哦。有些照顾者自己也有疾病，帮人洗澡得先预防自己发病。血压呢？今天血压还好吗？还好还好，我早上出门都有吃，而且我都准时吃。那我先去准备衣服。好，那你麻烦你这边准备物品。好，好，没问题。洗澡椅转向，澡间座椅向内而非对着门口，比较没有隐私随时被侵犯的担心。有尿垫替换式，长裤。许多机构尚未做到让长辈完全按自己的意思作息饮食盥洗，所以沟通是挑战。郑贝贝早，早早早，洗澡喽，洗澡，我们去洗澡，跟你啊，我帮你洗澡啊，洗得香香的澡。你女孩子，哎呀，这不行，你女孩子家怎么这样子？这不害羞啊你？一定要洗澡的哎。不不不不不，我不洗不洗。啊，那我们你走你走，好好好好，我晚一点。护理师，哎，怎你北北又不洗澡了，麻烦您请一个支援。俊佑主任在不在？他在吗？如果他在，能不能请他，到三楼来帮忙我一下？主任，哎，真的谢谢你的帮忙。没问题，没问题，主任辛苦你们了。我没有办法，这个贝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才麻烦你来帮我们的忙。Okay, 谢谢你哦。郑贝贝最近好吗？哎呀，你是哎呀，是。我姓陈，我叫陈俊佑。陈医师啊，陈医师你好啊，你好你好。最近身体如何？我最近哎呀，这个背很酸呐、不行呐、那等一下我们安排一下检查好不好？检查好啊，做个全身检查。好、啊、好、啊、好、啊，然后谢谢你啊。要做这个检查，先去洗个澡。好、你做什么？我做这个可以那个赚、钱的、好好好，没关系，钱不急着赚，身体最重要，我们先把身体养好，好，好不好？好，那这个待会儿再来处理，我们先去，等等就去，好，好，那我等你一下哦，好好好，好，然后你坐一下，就这个不要再继续做，把那个做完就好，好好好，好不好？哎呀，我赚钱那个啊，哎，这医师怎么？哎呀，我赚钱东西给我拿走。哎，不要紧啦，这个有啦。我洗不洗澡关他什么事啊？哎呀，来啦，这好滴啦。郑妹妹，我们要喝下午茶了。下午茶，还有饼干可以吃，好吃的、哦啊。真的啊，肚子饿了我。可是我们要先洗手哎、洗手我们要起来，先去洗个手。不用吃饼干，洗什么手啊？郑妹妹，哎。你记得吗？今天有一个会很重要，要去开会耶。开会？对啊，所以我们要去上班，穿这样不行哎。我这样子很好啦，你看这样。没有，我们要穿正式一点。今天是很重要的会要开。很重要的会啊。对，你忘记了。我谁呀、我穿这样就好了。那我跟他们讲说改天再开会好不好？对，我现在很忙、不好意思，好，那你忙你的，你忙你的、不好意思。玉兰。哎，
没办法哎，我用了四次他都不洗哎。没关系，我有法宝啊、哦，我去拿。郑伯伯，哎，你好啊！哎，你好，你好，我是你女儿的好朋友啊，我叫玉兰啊，玉兰啊，对，我知道你啊，那刚才女儿打电话来说，等一下带你去高级的大饭店吃饭，真的？嗯，所以你看，她特别拿这个西装要给您换，我穿这个啊，是啊，哎呀，这个好看啊，这个，对，高级的餐厅要穿这个才体面。哎呀，要去吃好吃的、啊、哦，山珍海味，真的啊，太棒了，太棒了，都是你爱吃的。走吧、啊嗯，我们去换这一套比较体面的。我这边还没用完呢。哦，在用什么啊？哇，你这个啊，你看这个，这个绿色啊。哦、没关系，那我等你啊。这个、哇，你帮我一些好了啦。哦、帮你啊、哦，好，来，这个是白色的，这可以赚钱的、啊。哇，你一天赚多少钱啊？好多啊，我一天好几万啊。是哦，那你赚很多钱要请我吃饭哦。没问题，没问题。哦、好好好。你这个是放这边吗？你放心，我帮你。会不会有人拿走？不会不会。啊、哦。那个阿姨，先帮我们看一下、哦、哈。不要拿走啊。阿伯，你去你去啦，我给你搞啦。好、哦。好，我们去换、这个。换这个、啊。对对对。哇，这个太帅了。好，请你自己脱。穿裤子，要换这一件啊，穿这一件才帅。好，你慢慢脱哦哈。对啊，穿不起来。那我帮你咯。好，我们来试一下水温哈。好，快一点，快一点啊。好。可以可以，咱快一点，好好好。哎呀，冷啊冷啊。好。哎，你们快一点呐、啊！好，对不起啊。哎、对，我洗头哦。嗯。哦。好。来，这个给你，来自己洗一下啊，帮忙洗哦。哎，这后面也要洗呀、啊。哦，你喜欢搓背哈？我今天拿个法宝帮你搓。下面这边也要，下面啊，前面这旁边这边，哎呦，头怎么洗这么久？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你说话还好吗？啊，还好，还好，没事，没事，哎，你们怎么洗的？头洗的，眼睛都蹭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哎，你们这样笨手笨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洗快一点哦，那你也帮忙洗好不好？好我裤子呢？我要出门了，我。好。你要去拿了。快点，快一点去拿。哎呀。先坐一下，这样很危险。快一点啊！这样很危险。哎，危险，危险。快一点。我要穿裤子了。好。走了。北北，来，先坐下来。这样很危险。哦，地板湿的哦，哈。哎呀，很冷的。好。哎，这边都还。快点，这边。哦。来，哦，帮你揉，帮你按摩一下，吹干。好了。哎。怎么？我裤子怎么没穿裤子？你这小姐怎么这样子？哎呀！你这小姐你混蛋呢！我穿裤子，我不要生气啊！你这混蛋呢！我出去了，我妈妈来支援一下。啊哈！快点呐！好。好了，来了，不好意思，好了。哦，好。不好意思，让你等那么久。你看来。刚其实刚刚可以，我自己在看回溯这个陈医师跟郑爷爷互动的画面里面，我们有没有觉得，哎，这个陈医师演练后有回溯反思讨论？陈医师自己要不要先说一下？因为其实我接受到任务是说要赶快让他去洗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能有点急啦，就是想说让他能够把这个话题转回来，就是让他赶快洗澡这个事情这样。对，所以这个画面其实看起来是好像就是。有一点比较
赶一点点这样。对，那当然我也在想说，我把那个东西拿走，是希望说他不要继续在那个，可是好像也有一点让他觉得其实好像帮了倒忙。那大家觉得呢？他有没有觉得他说的很好的地方？就健康检查，因为一般健康检查长辈比较谨慎。嗯，而且他说的是全身。全身，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就可以跟我们让他去可能要进行洗澡啊、换衣服这整个事情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好的。郑伯伯，你好啊。郑爷爷，你为什么会愿意起来啊？他前面就跟我说他是那个女儿的朋友，感觉好像就感觉很亲近。然后算蛮吸引人的吧，想说哦，去换个衣服这样子，就是有看到那个衣服，实际有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对，因为像前一次他可能说要换衣服，但是我觉得我穿这样很好，但是如果有看到那个衣服。北北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吃，哎，对，所以就是让他，就是我们本来对他的了解，对，所以就是说要有比较能成功，还是要对长辈的一个背景跟喜好。跟他在意的事情去着手，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里面就是一开始是真的有一点冷，一开始是真的有一点点冷，然后所以前面换了衣服的时候就先脱了之后先在那，可是后来其实因为很快就披毛巾，所以是还好，就是而且在试水的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冷。哦，中间我觉得还不错，是中间让玉兰姐、猪八戒还有说哦，等一下还要出去，就是有重复再提醒一下，然后或是有说啊、衣服好看啊，而且其实在洗澡觉得还蛮舒服的，这样舒服吗？嗯，可以，可以，可以。提供洗澡服务的两位服务员，你们在执行这个过程当中，跟刚刚回溯画面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境跟状况的时候，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就是在他们还没有情绪的时间，要赶快完成这件事，所以我们就会有一边负责洗头，一边负责就是绝大部分的那个身体，但是另外那一侧当然是就我洗头的这边，我会负责洗。所以他让他觉得说，好像怎么那么多只手在帮忙这样子。后面我在请求支援的时候都没有进来，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好辛苦哦，怎么都没有人进来帮我这样子。然后又怕滑倒。对对对对。创意可以多样温暖，长者因胸部有伤痕拒绝脱衣，赵服务员还是完成工作。服务员突然灵机一动，他想到的是。哎，如果我把我自己身上的伤疤先让小慧阿姨看一下，也许呢可以创造一种让小慧阿姨知道我也跟她一样，有这些伤疤。当她把这样的疤痕让小慧阿姨很仔细的看的时候，突然之间小慧阿姨就笑了起来。服务员也开始发现长辈的身体放松了，原来护住胸口的手也可以慢慢的放下来，于是他就趁势在这个时间点协助阿姨把身上的衣服慢慢慢慢的脱下来，让这个阿姨身上从失智者的角度看失智友善，往往就是从每日例行作息感受到失智友善还有很多发展空间。